中华中心田径队的授旗典礼由田径协会理事长王继武主持，他将中华民国的大旗交给领队梁许春居，也将国家的荣誉和责任交给了全队。中华中心田径队一共有19位男女队员，他们将明天飞往日本参加中日田径对抗赛和田径研习会。